So, welcome everyone to this talk. I'm Nathan Hill,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here a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and this is the last in our series of talks on Min linguistics.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introduce our last speaker, Professor Shun Reiching, who is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he's worked on, I would think especially works on Min and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Min, but has also done a bunch of things on other Chinese dialects and is a very assiduous field worker. Yeah. So, I will also say that, it's been my pleasure over maybe about 10, 12 years to see him now and then in various places in Asia. It's been too long, I think, not since the pandemic, maybe, but hopefully again soon. Yeah, and I think of him as one of the star Chinese linguists of his generation. Yeah, and is also a very nice guy. Yeah. Thank you, Professor Nathan Hill, for the very kind and the generous introduction.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last met. I still remember you did the Guide Tower tour in the Museum of Sydney University. That's a long time ago, and I hope we can meet offline very soon. And I would like also to thank Dr. Zhang Shuya for organizing this wonderful webinar series on Min. And I'm really honored to be able to be invited and to give a talk on inland Min. So let me switch to Chinese and share the screen. Okay. 好，那现在我就用汉语开始我的今天的这个讲座。那我今天讲座的内容跟之前闽语讲座的内容可能有两个地方不太相似，一个是我更多关注的是内陆闽语之前的讲座可能更关注沿海的闽语更多一点。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一定区别的方面，就是我的讲座会更多的涉及到一些综述它是基于我过去的一些研究所以并没有一个非常全新的内容，而是把我过去几年关于内陆闽语的一些思考呈现给大家。其实我调查内陆闽语是从闽北语开始的，我的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都是关于闽北方言但是当时的关注点主要在实验语音学方面所以会比较关注更微观的内容。那从大概是六年前左右吧，我开始关注一些宏观的话题由于疫情的关系就是没办法进行田野调查，所以开始越来越多的进行宏观话题的探讨那这些就是我过去的几年中出版的一些关于内陆闽语的一些研究那我试图把这些内容能够整合到一个这样的讲座中，然后进行一个综述。那首先因为大家不一定都了解闽语那请允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闽语的分类。从第一级的分类上来说，闽语可以分成两类，就是内陆闽语跟沿海闽语这个是闽语学界大概的一个共识。那对于内陆闽语来说也有其他的名称称呼，比如说山区闽语或者说西部闽语那我这里用内陆闽语是觉得在地理上可能比较合适而且用西部闽语的话可能会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困扰那内陆闽语它包含了三个分支，我们可以看三级分类的话有闽北语，还有这个是邵江方言也称为远西闽语然后还有一个是闽中语当然关于邵江方言的归属学术界还有很大的争议，这个是我们第一部分会详细讨论的问题
那关于沿海闽语也有三个大类，就是闽南语、闽东语跟普歇闽语啊。那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二级分类的方法啊，像上一周郭碧芝老师就提出了闽南语跟普歇闽语的一个关系的密切啊，那所以会有一个二级的分类。那关于内陆闽语，目前来说，可能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闽北语跟邵江方言可能有密切的关系啊，但是，目前的材料跟证据可能还不足以下定论啊，所以这个二级分类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闽语的大概的分布情况啊，那沿海闽语它的分布当然不止于福建、广东，还有海南岛啊，还有那个台湾跟东南亚啊，但是内陆闽语，目前来说，还是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啊，尤其是在就是西北部，福建的西北部，闽江上游的一带。那我们把这个放大的话，会看到啊，闽北区、邵江区跟闽中区这三个区是内陆闽语的主要的分支。那这三个区呢，其实跟地理类型是可以很好的匹配的，就是它正好对应于三条闽江上游的水系啊，闽北区主要就是涧西啊，那它的上游有不同的分支啊，然后闽中区对应的是这里的一个沙溪啊，那邵江区它的河流就涉及到两条，一条就是富屯溪，一条是京溪啊，它们在顺昌汇合啊，相对来说邵江区的内部差异也会比较大，其实就是两条水系的一个差异啊，同时这个地图上可能把泰宁跟明溪划归赣榆坑客家话，但是我们认为可能泰宁明溪也应该算是邵江区的一部分啊，他们同时也是处在这个水系当中。好，那对于内陆闽语跟沿海闽语的分界线的话，有一条很重要的山脉啊，那是形成了它的分界线啊，所以闽江的上游跟闽江的下游就是内陆闽语跟沿海闽语的主要分界线啊，那这个跟历史地理的形成啊，因为当时的闽江的通航是非常困难啊，那山也不容易翻越，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内陆闽语跟沿海闽语的分界啊。大田、尤溪这一带也是属于沿海闽语啊，所以大概的分界线在这里。好，那我们本文用的材料，我因为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尽量避免用太多的材料让大家觉得比较 confused，所以我就尽量用少的材料。闽北方言主要用三个点啊，邵江方言用两个点，闽中方言也用两个点。那其他的方言会在介绍的时候再给出 reference。那我的报告的内容大概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啊，首先我会介绍就是内陆闽语的范围，然后是原始内陆闽语的构拟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最后是内陆闽语跟其他方言还有语言的联系。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啊，就是何谓内陆闽语？啊，那关于内陆闽语最大的争议就是罗杰瑞先生的邵武假说，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假说开始。那在1969年的博士论文中其实罗杰瑞还是把邵武话归入赣客方言啊，他中间有一个脚注就说到我认为邵武话是一个赣客方言啊，那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1969年到1973年其实在71年已经有一个初稿了，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就是原始闽语的声调的发展。在这篇文章里，罗杰瑞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他认为邵武话是一种准闽语然后邵武话也成了六个闽语代表点之一那他有在文章中有这样的论述，就是邵武方言虽然它跟赣客方言有很多的相似性但是本质上它是一个闽语因为它的
声调的发展只能从明语的声调系统明语的声母系统才能解释。所以他认为邵武方言它可以算是一种明语。那要到10年之后罗杰瑞才正式发表了他讨论邵武方言归属的文章那这篇文章里，他就详细列出了他认为邵武方言应该归属闽语的理由。那他也讨论了邵武方言应该归入内陆闽语它叫做 West 闽那他认为这个邵武方言可以叫做 Far West 闽因为它是最西面的这个闽语所以可以叫远西闽语。那还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罗杰瑞先生注意到，他邵武方言跟闽语还有客家话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所以他认为邵武方言很可能是一种闽方言跟客家话的一种过渡方言那当然，罗杰瑞先生认为客家话跟闽语也是有共同的这个亲属关系的所以就是相对来说，邵武话是更接近闽语。那国内的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反对罗杰瑞的这个邵武假说的观点从目前来说，这种观点可能在学术界还在国内的学术界还是大部分人有这样的观点比如说像李如龙先生他最近有一篇文章。仍然重申了邵武话应该，已经质变为赣方言当然，他也承认，邵武话曾经有一些闽方言的特征，但是他认为，他已经质变为赣方言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重新来检讨一下罗杰瑞先生的邵武假说那其实，在1982年的。罗先生讨论邵武话归属的文章里，他其实已经注意到了，邵武话它的一个分类的，这个，像潘茂鼎跟李如龙先生早年的那个分类，那他反驳这个分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闽方言的，客干方言跟邵武方言的相似性更多是基于一些共识的标准。而这些共识的标准很容易是通过比较晚近的区域扩散发生的，它跟更深的历史沿袭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由于罗杰瑞先生的文章没有详细的讨论他的观点，为什么哪一些标准是共识或者说是比较浅的，哪些是比较深的那所以可能很多学者还是会用一些。他看起来比较共识的标准来反对他那我自己和一些学者，我们合编了一本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的罗杰瑞卷希望今年可以能够出版面世。那在这本书里呢，我自己写了一篇导读，就是关于这个邵武方言的归属这篇文章。那我也在这个导读里花了一些篇幅来论证。罗杰瑞的先生的观点，那我这里只举了2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学术学很多用来归属客干方言的标准，就是古拙色音、色差音读诵器那这个标准是不是能用来作为方言分类？其实很多学者已经提出了质疑像麦云老师已经有一篇专门文章讨论。那具体到邵武话的情况来说。其实这条标准，并不能用来认为是它跟客干的关系因为邵武话的所谓的读诵器的那些字，不只有中古的那些全浊声母的字，它也有中古的全清声母的字，还有一些次浊声母的字那这个就没办法用中古音去理解了只有当我们参考内陆闽语，尤其是原始闽北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字在原始闽北语里都是浊音也就是说邵武方言的诵器这些字读诵器音
它是从原始闽北语的那个浊音发展来的啊，然后它变成了宋气啊。但是这些字在客家方言里啊，并没有读成宋气的读法啊，这也说明了啊，为什么这个读宋气的演变是一个啊区域性的晚期的演变啊，不能用来作为一个分类的标准。另外一个经常用来被认为邵武化归属是客干的，就是唇齿音啊，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闽语都没有唇齿音 fu 跟 vu 啊，那邵武化有啊，那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是一个啊，可能是客干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口语词中啊这个 fu 跟 vu 的分布情况，你会发现。邵武化的父母并不是来自于大部分字，并不是来自于中古的非父奉母啊，就是所谓的中古的那个清纯音啊，它反而更多的是来自于中古的小峡域啊，就是所谓的在闽语中它读成这个呵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读成零声母啊这样的例子。那所以邵武化的这个父母的来源。啊，很可能是自身的演变，就是它从呼变成夫啊，那这个呼变夫的这个音变是非常常见的，在很多汉语方言里都发生了啊。那它在邵武化里也同样发生了。那只不过说后来有了这个夫之后啊，它的一些非父奉的文读音可能也逐渐了进入了邵武化啊，那就看上去这个邵武化有夫啊，但是邵武化的非父奉。中对应中古的非父奉的大部分的读法，其实还是bpr 那一类啊，所以它并没有重唇音轻唇化的这个现象啊，这个是其实是说明了邵武化跟其他的客干方言是有所不同的。那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我也把这个罗杰瑞先生当时这篇文章里考察的邵武化的一些特点。重新做了一些检讨。我列出了西部闽语、东部闽语、客家话，还有赣方言在这些特征上的表现。那在这个总结的表中，大家可以发现，邵武化最接近的还是西部闽语。它跟东部闽语也很接近。在跟客家话，在这些特点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我认为罗杰瑞先生1982年的文章他的主要的观点仍然是可以成立的。那如果说我们把邵武方言当然不只是邵武方言，还有那个江乐方言，就是邵江方言，纳入到内陆闽语的范围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举出内陆闽语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些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罗杰瑞先生很早就举出的也是他在后面的文章里一直强调的就是某些中古莱姆字读成擦音的例子啊，那这些擦音罗杰瑞先生认为是轻边音演变而来的啊，那比如说这里举了5个读成这个擦音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闽北在邵江在闽中都有读成这个擦音的读法啊，当然有一些是由于已经文读了就读成了了。当然，这个特征是内陆闽语目前来说主要只有内陆闽语有的啊。不过呢，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共同创新。我们后面会提到其实邵江方言如果是追溯它的早期的话，这些莱姆字可能也要构拟成轻边音，而不是擦音啊。也就是说，内陆闽语并没有共享这个。轻边音变擦音的这个音变，然后还有一些特征是中古的全清字母字的异常读音那我这里也举了5个例子，那这些例子中，在闽北方言中它在声母跟声调上都有特殊的表现尤其是你可以看崇安方言它是因为崇安方言发生了早期的。这个着色音的这个弱化所以它的这个声母就这一类，它因为早期来自于浊音，所以它就非常演变得非常特殊那在邵江方言跟闽中方言中，
啊，邵郊方言是会演变成宋气的，啊，很多是演变成宋气声母。那刚才也说了，这个是因为啊，早期的闽北的浊音，邵郊方言会演变成宋气音，啊，那在闽州方言中，它的声调，和一些声母中还能看出一些异常读音的痕迹，啊，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内陆闽语的特征。还有一个内陆闽语的特征是。某些中古的键母字，它会读成擦音，啊，比如说这个肝脏的肝，啊，在内陆闽语中都是读成呵声母，而不是个，那还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啊，那这些特征，很可能都是跟某些上古音特征的遗留有一定关系的，啊，那其实这些特征都应该看成是。可能是一个存古的特征。那有没有内陆闽语的一个共享的创新呢？啊，那这里我举出一个例子，这个是最早啊，郭碧芝老师在一篇未刊稿里已经发现的啊。那其实就是韵尾的演变啊。如果我们看沿海闽语，这里以那个牧羊还有厦门这两个点为代表啊，沿海闽语里啊这些字。啊，上面是的尾，下面是歌尾或者是喉塞尾啊。但是在内陆闽语中啊，它的这个的尾跟歌尾都脱落了啊。那内陆闽语中的尾在有一些元音前面，它还保留了这个一的韵尾啊，它并没有直接脱落啊，可能是经过了演变成一尾的阶段，而 K 尾可能是直接脱落啊。那具体的情况。啊，演变的方式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啊，但是这个 T 尾跟 K 尾的演变，目前来看，可以说是内陆闽语的一个共同的创新。那内陆闽语还可以找到一些特征词啊，这个特征词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啊，因为我们后面会提到内陆闽语，很多词是跟沿海闽语共享的，也有一些词是跟客家话共享的。啊，所以要找到内陆闽语跟其他方言都没有共享的词，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根据秋谷老师的研究成果，啊，找到了这样一些，啊，可能是外方言比较少见的，啊，比如像这个猪叫做这个，西啊，那这个是可能沿海闽语的大田方言也有啊，但是整体来说比较少见。还有这个草啊，它是。读成这个约这样的形式啊，还有这个翅膀啊，还有这个舟比较稀啊，还有这个药啊，那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字大部分都是有音无字的啊，即使有的话，它也是在方言啊，还有那个就是一种早期的方言的读法啊，存留下来的而且也是口语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内陆闽语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原始内陆闽语的构拟。那原始内陆闽语的构拟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目前来说，还在非常原始的、非常没有太多研究的阶段啊。那罗杰瑞先生在他晚年的。一个通信中，跟柯伟南先生的通信中，他曾经说，如果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我非常希望从 bottom up 就是自下而上，重新去构拟原始沿海闽语跟原始内陆闽语那像原始沿海闽语，由于已经有了原始闽东语跟原始闽南语的研究成果那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研究，那像上周郭碧芝老师就已经报告了一些初步的原始沿海闽语的构拟。那原始内陆闽语的构拟现在还是在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因为我们还，下位构拟的话，其实也只有一种，就是原始闽北语的构拟，邵江语的话，我们目前当然有郑晓峰老师的博士论文里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的框架但是还没有一个构拟的方案所以我们只有原始闽北语的构拟。那原始闽北语的构拟其实成果还是比较多的，从最早的罗杰瑞先生博士论文里，他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
后来那个韩哲夫先生，还有那个孙顺老师，还有那个秋谷先生还有那个很多学者都进行了一些探索那这些成果的话，我们目前对原始明贝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比如说这个原始明贝语的声调大概是可以分成八类就是够你八类的原始明贝语的声调那它由于不同的声母的影响，后来会进一步的分化。那这个是韩哲夫老师在他的论文中提出的方案，也是目前被接受的一个原始明贝语的声调方案。那原始明贝语的声母，像秋谷老师在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出了这样的系统大家可以注意到他的系统中出现了两套色差音那秋谷老师认为其实明北语它也有一些两套色差音的痕迹当然并不是它能够完整的区别这两套。那韵母方面根据秋谷老师的研究这个是阴声韵的情况，就是没有韵尾的大概是有这些韵母，然后有鼻音韵尾的大概是有这些韵母。大家可以注意到，原始明北语的鼻音韵尾只有一个就是呢尾它只有这个velar 的这个部位的鼻音它没有其他部位的鼻音，这个是原始明北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我自己在从大概10年前开始就开始调查这个黄坑话那我自己认为这个黄坑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言它的归属的话，我在一篇文章里做了讨论主要是根据一个非常重要的闽北方言的特征我把它我认为黄坑话是应该属于闽北语，因为在闽北语中出现了中古全浊声母的一个再分类，就比如说这个长字的长跟这个长短的长，在闽北方言里是不同音的，但是在邵武方言里，比如说这个邵武的和平，然后在闽中的永安它都是同音的它们的声调也是一致的，但是在闽北方言里，它的声调发生了分化那有些方言里，它的声母也会产生分化它下面的一组是会出现浊音上面的一组是清音那黄坑话也出现了两种声调的对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坑话应该是归入闽北语而不是邵江语或者是闽中语。但是呢，有很多证据说明黄坑话其实是非常早就从其他的闽北语中分离出来了，所以我自己认为黄坑话它跟原始闽北语应该是一个姐妹语言的关系它们可以够你一个更早的，我叫做早期闽北语，那早期闽北语一个跟原始闽北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的差异就是它的韵尾可以分成两类就是呢尾跟呃尾。当然，M 尾的构拟可能还有一定争议，而且那个也比较少所以主要的是分成两个韵尾，就是呢跟呃那这个呢跟呃，由于一系列的音变它在原始闽北语阶段就变成了同样的一个韵尾在闽北语里它全部都合并了只有在黄坑话里，它还保留了这样两个音位的一个对立，所以这个是黄坑话对于构拟，原始闽北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黄坑话除了这个贡献之外，在声母韵母上也有其他的一些贡献，这里我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在声母上，闽北方言是不能区分九跟这个珠，就是眼睛一般叫目珠。那这个猪的那个声母，在黄坑话里，这两个声母是有对立的那如果我们看邵江方言的话它其实也是可以区别的那这个是声母的一个贡献。
那第二组其实也是一个声母的贡献啊，它同时也有一个韵尾的贡献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邵江方言同时啊也是可以体现出啊这个差别的啊。那第三组它体现的是元音的对立啊，就是在呢尾前面还有两种不同的元音，那在原始闽北阶段啊，它已经合并成一类了啊，但是在黄坑话啊还有。邵江方言中，它其实都是两类啊。那从这个表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利用黄坑话的材料去构拟一个早期闽北语的话，它会更接近邵江方言啊。因为黄坑话有很多特点跟邵江方言是非常相似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邵江闽语，它对于构拟原始内陆闽语有哪些贡献啊？那邵江闽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韵尾的么跟波尾的一个构拟啊。那不管是在原始闽北还是在黄坑话啊，虽然黄坑话还能区别呢跟呢，但是它的 m 尾已经是没办法构拟出来了啊。但是在邵武的这个和平方言里面啊，还有光泽话里面，它都保留了这个 m 尾啊，所以它保留了。这些字的一个区别啊，那同样它也保留了 b 尾啊，只不过它的 b 尾变成了 m 尾啊，它跟这个前面看到的的尾跟科尾的消失是不一样的啊。那像歌尾的字，它一般就是直接消失，但是 b 尾的它会变成 m，所以我们根据和平话的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啊，这个这一类字它还是收 b 尾的。那邵江方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它能够完整的区分两套中古次浊声母的一个对应情况啊，我同意罗杰瑞先生的看法，我认为这两套的区别在早期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清响音跟浊响音的对立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先看鼻音的例子。啊，在鼻音当中，不管是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在这个邵江方言里，它的声调都可以分成两类，那这两类，一类就是对应于浊的，另外一类对应于清的，那对于中古莱姆字来说，它的声调也同样分成两类，但是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演变，就是它的声读入清的那一类的是，不仅是声调读入清的那一类，而且它的声母也变成了，就是 LH 的那一类啊，变成了这个擦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莱跟龙它不只有声调的区别啊，它也有声母的区别。那这个区别是不是意味着在早期的邵江方言里，这个清的边音它已经演变成这个擦音了呢，其实是我认为，其实在如果我们构拟回去的话，还是要构拟一个清边音，而不是构拟为擦音，是因为在声调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条件下，它还是会有三项的对立，也就是说，中古的莱姆字它虽然变成擦音，但是它跟中古全清声母的擦音，还有全浊声母的擦音，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它是有对立的啊。比如说蓝字的蓝啊，它是虽然变成了这个清擦音啊，但是它跟声还有沉的声调都是不一致的啊。所以从声调表现来说啊，这个中古莱姆字必须构拟成一个清边音啊，而且它跟其他的清鼻音是声调完全平行的啊，所以这个是邵江方言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那闽中语的贡献，由于闽中语的研究目前可能还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我也没有发现说闽中语有特别重要的贡献。那有一个贡献是很早就学者注意到的，主要就是两套色擦音啊。那这个当然不止闽中方言，在邵江方言中的高唐话，就是江乐话的高唐话，还有顺昌话都有这个特征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组例子中，在原始闽北跟黄坑话里面，这两类，两套色差音的，读法都已经合并了，但是在邵江方言的高唐话里面，还有闽中方言的盖州话里面，都保留着声母的对立啊。当然，在这个盖州话方言里，有一些是体现为这个介音的对立。好，那这个是闽中话的对立，一个贡献啊。那所以目前来说，可以说对于原始内陆闽语的面貌，我们所知的其实还是非常少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内陆闽语跟其他方言还有语言的联系。那内陆闽语最直接的相关的，当然就是沿海闽语啊，因为内陆闽语跟沿海闽语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闽语的两个不同的分支啊。那我们可以回到罗杰瑞先生对于闽语的定义啊。那罗杰瑞先生在1991年的文章中他对这个闽语做了如下的定义，他就主要是根据切韵中这个全浊，中古的这个全浊声母比如说这个 b 这一类字，它在闽语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沿海闽语还是内陆闽语，福安、厦门沿海闽语，然后建阳、永安是内陆闽语，它都表现出至少两种不同的音变啊。一类是两种表现，一种是这个不送气的清音，另外一类是送气的清音当然，闽北像建阳话这样的闽北方言还出现了第三类这个就是我刚才把黄坑话归入闽北的一个证据。这个定义用来描述闽语，当然是就是从共识上来说可以这么去定义。不过从历史语言学上来说，因为罗杰瑞先生把这三组的区别构拟到了原始闽语，那所以这个特征其实是一个存古特征也就是说，现在的闽语方言都仍然保留了早期原始闽语中的一些分类虽然在中古音中这些类已经合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从一些新的角度，比如说闽语的共同创新，来定义闽语呢？那我自己在去年的一篇会议论文上报告了一个现象就是闽语中有一些一等韵读入三等韵的现象它牵涉到一些口语的一些常用字然后我这里用的是原始闽语的构拟也就是说在原始闽语中这些字都是读细音它跟这个三等韵的读法，左边的是一等韵，右边的是三等韵，也就是说左边的一等韵的读法跟三等韵的读法是一致的那我把这个现象叫做一等韵读入三等韵现象。那目前来说，可能是一个主要见于闽语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些具体的一些例子可能是不是由于有一些是由于后期的，还是说在原始闽语中已经发生了这个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那秋谷老师在一篇文章中也列出了他认为的一些闽语的共同创新比如说这个踱步的一些西韵字，比如说像介这一类字，它就跟要部的要韵字合并然后歌部的后来属于麻韵的，还有这个歌韵的这些字，跟乐部的后来演变为太韵的一些字合并然后还有一些是原部的阿尾，它不是并入 n 尾，而是跟歌部的一尾的合并主要是保留在短字的这个读音中那这些特征，秋谷老师认为很可能也是这个共同的创新，但是呢，这些特征往往会跟吴语发生关系就是吴语中它也有这个短的特殊读音这个是
陶欢老师很早就注意到了，所以这样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加上吴语尤其是楚曲片的吴语，因为吴语的尤其是北部吴语，它经历了很多后来的一些北方话的影响那楚曲吴语是现在来说可能是保留早期吴语特征最好的一个吴语方言所以楚曲吴语、沿海闽语还有内陆闽语，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学术界的，一个目前来说，大部分学者还是认可的一个观点，是最早由罗杰瑞跟丁邦星先生提出来的，就是南朝吴语或者说江东方言是吴闽语的前身也就是说南朝吴语它分成了闽语，然后吴语，然后吴语。现在主要保留在西南吴语，就是楚曲片，可能还有婺州片的这个吴语当中，而其他的吴语更多的受到了北方通语的影响，那这个是很多学者的目前的主流的看法。那这个看法的主要的证据在于江东方言，就是在方言的郭璞注中，它记录了很多江东方言的词汇，然后这个江东方言的词汇。在内陆闽语、沿海闽语，还有现在的一些吴语当中，都可以找到那这个是我举的一些例子那这个证据当然可以说明闽语和吴语还有江东方言，它们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我认为它并不能说明内陆闽语就是南朝吴语的直接的后代因为它们的关系也可以是比如说像 B 类就是内陆闽语跟南朝吴语都来自更早的吴语甚至说他们都来自一个更早的这个古吴语的前身的方言所以要证明南朝吴语跟内陆闽语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南朝吴语本身的一些创新入手所以我跟盛一鸣老师最近合写的一篇文章就讨论了南朝吴语的五个代词创新。因为在南朝吴语中，从文献中可以看到，有五个代词，都经历了演变，那我们就考察了这五个代词创新在吴语还有闽语中的这个分布。我们发现，现代吴语中基本上都同样经历了这些代词的创新当然不同的吴语方言有不同的程度的保留。而沿海闽语呢，大概可以证明经历了三个，至少三个这样的共同的创新就是这个浓、许跟弱。然后内陆闽语呢，它其实目前看不到证据说明它经历了这些代词创新，而且内陆闽语的这些代词的形式，它也都是比较古老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多，从语音形式来说，它的这个多。表示这个人称代词复数的这个多，它是这个带有一尾的，就是上古歌部的读音而不是后来的读音那这个几多也同样的，它的多也是这个早期的形式。那还有一些有音无字的形式，目前还不知道来源那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内陆闽语的形式它都有比较早的来源，并不是后来受到。客干方言的影响那它也说明了它并没有经历南朝吴语的这些代词创新，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就是内陆闽语是很早就从原始，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原始闽语跟吴语共同的祖先叫做原始吴闽语的话那它应该是从这个语言中分出来的，它跟南朝吴语应该是一个。姐妹语言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南朝吴语的后代。那至于说吴闽语之间的关系，沿海闽语跟吴语的关系究竟如何那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我在另外一篇讨论"歌开山入威"这个是所谓的上古的歌部，有一些字它读入了微部。这样的一个音变那我考察这个音变，我就发现，
闽语跟吴语它有不同的声母条件啊，在闽语、吴语中虽然都发声了，但是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在沿海闽语跟内陆闽语中，它主要发生在唇音啊，而在吴语中主要发生在这个 velar 就是歌这一类的读音的后面啊。那吴语的读音的这种表现跟古代楚方言很可能是有关系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吴语很早就经历了这个创新，也就是说吴语跟闽语的分化其实也是相当早的啊。那沿海闽语可能跟吴语的关系也并非就是那么晚啊，所以当然这三个方言究竟他们的内部关系如何，可能还要有待进一步研究啊。那我目前的结论只能是说是这三个分支他们很早就互相之间有一些就互相脱离了，他们经历了各自的一些独立的发展。比现在学界认为的南朝吴语，就是南朝的这个吴语是他们的祖先，是要更早的，应该是在更早时代已经分化。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客家话，虽然吴语跟闽语的关系，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客家话的，跟闽语的关注其实是受到学界的关注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有很多证据说明他们确实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那罗杰瑞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客家话它的有两类，也有两类不同的这个响音的这个声调表现，而且它的瑕疵跟原始闽语的，构拟出来的两类，清响音跟浊响音是完全可以对应的，我们可以看到原始闽语构拟为清响音的这一类，在客家话里，它读的都是，音调类，而原始闽语构拟为浊响音的这一类，在客家话里读的都是洋调类，所以，罗杰先生认为很可能客家话跟闽语它具有非常密切的谱系关系那后来秋谷老师也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客家方言，有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客家方言跟闽语的一些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当我们看连城方言比如说连城的文亨话它跟客家话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如果我们够你连城文亨话跟客家话的族语的话，那它有很多特点，会跟原始闽语是更接近的，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这个连城方言的连城一带方言的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这一带的方言可能会帮我们解开就是闽语跟客家话的更多的关系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从词汇上来说，其实客家话跟闽语也有很多共有的词汇那罗杰瑞先生的论文中，其实已经举过大概20个客家话跟闽语共有的词汇那我这里呢是专门挑了一些客家话跟内陆闽语共享的词汇这些词汇在沿海闽语里是比较少见的这里举了这个4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打是这个读成这个 M 声母的形式，然后这个擦还有这个窝，还有这个跌倒这些形式在内陆闽语跟客家话里都可以形成一些比较规则的对应，但是在沿海闽语比较少见当然并不是说客家话就没有与沿海闽语共享的词汇其实客家话也有一些跟沿海闽语共有的词汇是内陆闽语看不到的所以客家话跟闽语的关系究竟如何也是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视野稍微放得更远一点的地理空间就是在湖南的西部，在湖南的西部有一些方言叫做这个佤乡话或者也叫湘西乡话那在
2010年啊，我跟吴英基老师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就是湘西的这个古丈瓦乡画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在这个书中，我就列举了一些瓦乡画跟闽语的词汇，还有音韵上的联系啊。那这里我举了四个例子，就是哭叫做啼啊，狗叫做犬啊，然后这个表示年龄的词，它是用这个岁啊，这个岁是古汉语里表示就是一周岁的意思啊，但是在乡话和一些闽语中，它就表示了这个就表示年龄的这个岁啊，还有这个表示烤火的意思的炙啊，那可以看到这些词大概基本上都是古汉语里有的词啊，它跟之前闽语跟客家话共享的一些有音无字的词的性质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从音韵上来说，瓦乡话跟闽语也有很多共享的特征啊，有很多而且是跟吴语也是共享的啊。比如说这个柱子的柱跟这个抽出来的抽啊，它是韵母是相同的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创新啊。然后其他的很多都是存古，就是上古的踱步保留了早期的一个读法，然后支韵保留了一些特殊的读音然后支组也保留了的读法，然后云母读成呵然后书母是有色擦音的不送气色擦音的读法，我认为这些特征可能还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古汉语的方言的一个保留虽然第一个可能是创新，但这个也可能是平行演变的关系所以并不一定能说明瓦乡话跟闽语有非常密切的谱系的联系但是能够说明他们在早期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比较相似的来源。那最后我们要涉及的是，看上去好像关系更疏远的一个南方的一些民族语主要是苗瑶语跟侗台语的这个材料那这个也是最近的一系列的研究才逐步发现的，就是内陆闽语的一些特点，其实不只是反映在其他汉语方言当中，也反映在苗瑶语还有侗台语的早期汉语介词当中。我们可以先看一个这个鼻冠音的例子那我们刚才讨论内陆闽语的特点的时候，我们讲过内陆闽语的某一些全清的中古的全清声母的字，它是有特殊的声调的所以它在闽北语里应该是可以反映出一个浊音的情况那这些在中古都是这个全清声母字，在原始闽北方言是一个浊音那这个浊音或者说特殊的声调表现，只有在内陆闽语能够发现，在沿海闽语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关系词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在原始苗瑶语里也是关系词也是这个鼻冠音的形式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清的这个色音，它是一个鼻冠色音。那这个是最早是罗杰瑞先生发现的，然后许家坪先生后来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它有相当数量的例子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对应尤其是在瑶语中，因为瑶语的浊音根据它的对应情况可以够你到原始苗瑶语的鼻冠音这些例子虽然看上去好像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其实本身有这种特殊读音的字，并本身的数量就不是很多所以在不多数量的读音中，有如此惊人的一致性可以说很难说是一个偶然的情况那后来许家坪老师又进一步论证，在原始台语中有部分的早期汉语的介词也应该构拟成浊音。而且这个浊音很可能来自更早的鼻冠音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原始台语中也有一些证据说明，
啊，这些字的早期读音很可能是闭关音。好，然后我们接着看，鼻音的例子。我们刚才讲过啊，鼻音在邵江方言中，从声调表现来说，可以分成两套啊，一套是可以构拟为清鼻音啊，一套是浊的鼻音啊。那原始闽语构拟为清鼻音的这套，在苗瑶语跟侗台语的介词里面，也都是表现为清鼻音啊。那这个吴啊，像那个丁邦星先生曾经非常好奇，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吴它的声母是一个呵，而不是这个呢啊？那如果从原始闽语来看啊，它很可能早期是一个清的这个清鼻音啊，后来才演变成这个呵。啊，所以，这个苗瑶语跟侗台语的早期的介词，对应的就是原始闽语的这套清鼻音啊，这个也是非常整齐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相对来说更为复杂的一些例子，就是中古的莱姆啊，中古的莱姆的对应，并不是像前面看到的鼻冠音还有清鼻音那么直接啊。我们原始闽语构拟的中古莱姆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来源啊，当然大部分还是了啊，然后有一些是可以为清的变音了，就是那个清变音，然后还有一些根据秋谷跟野原老师的最新的研究啊，应该构拟为一个舌叶的涩音啊，浊涩音啊，而且很可能是带上。这个有可能前面有一定的鼻冠成分的啊，在原始闽语的这三类这个音当中，它在苗瑶语跟侗台语的介词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规律啊，那这个规律最早也是罗杰瑞先生发现的啊，然后后来许家平老师。可能是在没有看到罗杰先生研究的情况下，也同样的发现了这个规律，就是如果是原始闽语是清变音的，它来自于往往是来自于第一个音节是青涩音的复辅音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苗瑶语有 g 了、不了啊、h 了，或者是这个k 了啊，这些都是清的涩音啊，这个台语里面也是。啊，这个侗水语里也有，啊，都是同样的情况，而如果是那些可以构拟为浊的啊浊涩音的那些例子的话，它往往是来自于浊音的啊第一个复辅音的前面是浊音的啊，那这个是苗瑶语的例子啊，台语里面啊也有两个例子，然后侗水语里面啊这个是。鲤鱼的鲤啊，和这个鸡的那个狮子啊，或者是米虫啊，这个正好是这两个例子正好是平行的，在原始闽语里，它们的不管是声母还是韵母都是非常相似啊，在这个侗水语里正好也是同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证据啊，说明这个浊音啊，很可能这个鼻冠的。浊音是这个它的这个来源所以从这个例子这些对应情况来说我自己认为这个表明了虽然说原始闽语可能已经处在较晚的阶段，它的复辅音可能已经消失了但是它还可以看到一些复辅音的痕迹，就是在清的复辅音当中啊。它变成了清的这个边音，而不是变成这个一般的了，或者是一个浊涩音。好，那还有一些例子，是这个学者注意到的一些关系词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称为底层词就是在闽语章中，它有一些有音无字的字。啊，在苗瑶语或者侗台语里也能找到啊。前面三个是苗瑶语的这个例子啊。那这个我是根据邱武老师的研究成果啊，他在这个书中提到的
在比如说表示淡，口味比较淡的这个字啊，它在缅语里面啊，都有形式，还有这个动物的胃，还有这个药啊，它在畲语里面也都有对应的形式啊。那这个穿山甲是我自己认为可能是会比较相关的一个例子。那在内陆闽语来说，一般是一个双音节的形式啊。台语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了尾的，可以构拟为原始台语的了尾啊。那这个双音节的后一个音节的了啊，是不是有可能来自于这个韵尾的扩展啊？这个只是一个猜想啊，如果他们有关系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讨论的这个内陆闽语主要是表示鸡身上的虱子或者是米里面的一种小虫子的这样一个词啊，它也是跟台语。还有这个动水语里的形式形成对应的，那由于我们目前内陆闽语的调查的词汇，有很详细的词汇的这个调查点还比较有限啊，那我相信如果随着调查的深入尤其是对于民族语的这个了解的深入，我们也许应该可以会发现一些可能更多的对应的例子。好，那最后我简单的做一下我们这个讲座的一个小结那我希望说我在第一讲里能够说服大家，说明内陆闽语其实是已经包括了邵江方言，也就是说罗杰瑞先生的邵武假说是对的那在这样的这个思路下面，如果我们去看内陆闽语构拟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构你的最成熟的原始闽北语，它是有很多的创新的啊。这个跟沿海闽语中的原始闽南语的构你其实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去比较原始闽南语的话，跟原始沿海闽语，它肯定原始闽南语有很多的创新啊。那相对的一些更保守的是保存在原始闽东语的方言中。那我觉得那个内陆闽语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原始闽北语是有很多创新的，而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重构是需要借助邵江闽语的这个理解来进行构拟的。另外我认为内陆闽语并不是南朝吴语的后代它在更早的时代已经独立成了一个分支所以内陆闽语它有自己的一个比较深入的历史。那原始的内陆闽语，它应该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当然，它的具体的地理位置在哪里，目前可能还很难去确认。那从移民史的材料来说，我自己认为它很可能是在江西的北部尤其是在府河流域的一带那这个位置正好是在一个早期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十字路口。它是进入福建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它对理解东南方言的形成，以及它跟南方民族语里的早期汉语介词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与内陆闽语它这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或者说它的一个谱系位置的一个重要性不相对称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一带方言的调查工作。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可以说非常缺乏调查的材料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材料还是像李如荣先生、罗杰瑞先生还有那个邱固老师这样调查的一些材料很多的方言点还没有一些材料，然后单点的深入的报告也非常缺乏。所以我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内陆闽语的研究大有可为希望通过这个报告大家能够对内陆闽语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也加入到研究内陆闽语的这个团队当中来我觉得内陆闽语是一个一方面被严重的低估，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研究还非常初步的一个汉语方言。那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致谢首先是我非常感谢罗杰瑞先生，在晚年的时候
他在已经生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啊，他还把江乐高糖的材料啊输入了电脑啊，并且在他逝世之前用 email 发给了我啊。那这个是也是我这个报告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内鲁明语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材料啊。那这个材料秋谷老师跟我他也是一起整理了出来然后希望在今年的话能够发表在刊物上，然后让学界更多的人去使用啊，包括罗杰瑞先生另外一个关于崇安方言的材料啊，也希望能够这个已经整理出来了，也希望能够尽快发表被大家利用。那作为这个内鲁闽语研究的一个可以说绕不开的一个先驱吧，那这个罗杰瑞先生，他的这个重要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那另外，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秋谷玉信先生对我这个研究内鲁闽语的支持他提供了很多未刊稿然后也对我的很多文章进行批评指教那同时，我也要感谢我在闽西北调查的时候的很多的发音介绍人跟合作人由于他们的帮助，让我对内陆闽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我的讲座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教。